得奖的是吴康仁《有生之年》戏剧节目导演奖，许兆任、林志儒《有生之年》得奖的是杨贵妹《有生之年》，恭喜贵妹姐！最佳戏剧节目奖得奖的是《有生之年》，导演太酷。讲座，谢谢男主角，恭喜，谢谢。康仁，我跟康仁拍三部片，有生之年导演许兆任，谢谢。然后他请我，我跟他合作了三次，那这次终于能帮他拿这个奖。好，我念一下。还没了。拿出这个我女儿给我，等一下哈，康仁这一个。不好意思，好，康仁哦，谢谢评审，谢谢金钟五九，谢谢许兆任导演的才华与温柔，不善言辞的小任是遇过最为演员着想的导演，合作了三次，才在有生之年听懂他说的过生活，对不起啊，下个叫谢礼，Later 对不起，要戴墨镜，戴墨镜，对不起啊！谢谢，棒棒棒啊！谢谢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我把康仁那个拿出来再看一下，他刚谢谢一堆人，哎呀，可以吗？你先讲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好紧张，哎呀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戴墨镜吗？这样就看不到他哭了。这个呢，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得奖的是杨贵妹，《有生之年》，恭喜贵妹姐！许兆任导演，你那张要不要借我？但是你借我，我也看不到，因为我有一点老花。那导演，你可以帮我提词吗？我第一个我记得，谢谢 TVBS， 谢谢，谢谢戴尼克，还有谢谢我们最美丽、最有智慧的制作人林心如小姐，谢谢我的一家人，有生之年的一家人，喜祥哥，你老婆得奖了。离婚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后悔？最佳戏剧节目奖得奖的是，太厉害了，《有生之年》。上一次上来是九年前，十六个夏天。谢谢，谢谢金钟奖，谢谢评审，谢谢 TVBS。我恭喜妹姐跟小仲，还有谁啊？还有导演，对不起，我太紧张了。展荣，对。哎，志勇你怎么没上？对，你上不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谢谢。然后我真的要特别感谢 TVBS 给我那么大的空间，一直的支持我，让我做想要做的戏，然后。谢谢。